呢，再次呢来献给哦，保佑我们哦的这个天上圣母哦，人讲哦，咱大家哦，台湾人哦，大概有八成以上拢是咱妈祖娘娘的囡仔啦吼。那今天哦，一定要来感谢我们这个天上圣母哦，在我们这个妈祖娘娘的保佑之下呢，让我们这个冠有忠义堂哦，这个香火鼎盛哦。那也因为有妈祖娘娘的保佑呢，也相信我们所有的信徒信众哦，都可以呢在来年哦，都可以呢这个阖家平安，出入平安，都可以呢在这个事业上面蒸蒸日上啦，在这个工作上面都可以这个业绩长虹。那么今天呢，皇帝乐团呢，除了呢有国乐的安排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特别呢为了这个娘娘的生日，安排到了一位西乐的老师。没有错，今天呢就是我们中西合并的这个艺术音乐的响宴啦，要把原汁原味、最最丰富、热闹的音乐呈现在我们冠有忠义堂，也献给我们最最尊敬、伟大的妈祖娘娘。那么接下来下一首乐曲呢，将由小提琴品品老师领奏，带来精彩的乐曲，我们一同来欣赏。